为你跳。我们刚刚副歌已经跳几遍了？我们现在已经跳大概迈向二十几遍，应该往三十遍去迈进。我是觉得导演是不是有点误会了一些事情？他不是觉得我们还二十几岁 ？Energy 新歌 Here I Am 帅炸，偷肉被团员评 NG 最多次。这一次 Here I Am 就是我们的专辑的一个同名，对不对？这次 MV 有一个 Energy 有气势的舞曲的回归仪式感，就是壮士舞，好不好？这样有没有？对。因为我们的动作就是这样之后就一直这样子。我只能说，当 Energy 不是很轻松。让我为你跳，让你向我跳。我的那个酸痛贴布。你知道很累很累，会有一个撞墙期，突破那个撞墙期之后，就会开始发神经病。Yeah，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刚跳到一半，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稍微。有感觉疲惫，而且刚刚牛奶问了我一句话，是我刚问了什么？他说下辈子要不要学乐器？下辈子要当五月天，不要当 Energy。乐团最贴心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动要求是他最后再收工，暖心大哥哥。啊，不是我，不是你吗？是达哥。哦，达哥是暖心大哥哥。对。那你自取为什么？自诩为我现在想要收工，已经18年没有兑现跟歌迷的一些承诺，会了会。那牛奶你会头转吗？你觉得谁会 NG 最多次？如果以前面的 MV 看下来的话，先撇开今天这一次的练习度怎么样？前面做最多次的是头。你觉得谁会 NG 最多次？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票数，有一些票数，现在轮到你了。那我也可以投，对。要再我很喜欢看牛奶跳错，这不是猜，这是我愿望，我愿意为了看他跳错，我再跳一遍。牛奶连你也会错啊。你也有今天啊。其实我觉得我有可能。等一下那一段，因为刚刚突然有点小 bug。你觉得这次谁会 NG 最多次？因为现在是2-2哦。真的假的啦？就很关键吗？你很关键，你觉得决定最后一个人？我认真想一下。好，你想一下。如果 Polo 没有跳错，就不是 Polo。所以大家来小区看看他跳对，就不是来看他，就是来看他跳错。谢谢我的团员，谢谢我们的唱片公司。然后希望你们喜欢这节目。